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反正今天有人在问说，感觉好像一整天都很忙，所以今天计划就是打算来拍一下我一整天都在做什么事情。现在是早上的7:48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去寄大家在虾皮跟我购买的商品。好，出发吧。好，各位，现在已经到 7，然后现在要处理这些货，把这些货贴上这个交货便的贴条。现在是8:19，好，我们8:19的时候出货，我们现在先回家吧。现在是早上11，然后现在我们的第二个行程呢，就是跟凯尔来拍他的那边的企划，然后壮壮又来，壮壮应该也会拍影片了。第二行程就是来跟凯尔拍那种古早味的美食，你走过去做老样子看看。我第四海，各位，现在我们来到那个一中街这边，因为刚刚我们这边要拍的时候，他们刚好已经不能内用了。他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不能内用。”可是我看到你店家好像做蛮多的。反正我们现在开始吃早餐。这天早餐非常厉害。想要看这早餐蛋饼多厉害的话，去他的频道看。啊，你最近会放影片吗？会啊，是深夜食堂一样。好，就这样，有兴趣也可以去看。好，我真想录影。看。现在我已经陪凯尔拍完影片，在咖啡店这边休息聊个天。这样，通常下午的话，我会在家里剪片，或者是处理一些魔术商品的东西。我最近在看这本书，有讲到预言跟那种即兴心灵的东西，有关魔术理论的书啊，有些灵感就把它写起来。现在已经有一些不错的想法，之后会慢慢给你们看。这本是我从高中就买的书，这是我目前最喜欢的一本魔术的书。它里面其实没有在教什么魔术，现在写一些魔术的起源，还有一些魔术很有名的一些地方，还有一些表演的秀。Switch， 因为最近很多 YouTube 在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被推坑了。动物声友会，我的手把，皮卡丘配色，我的房子长这样。我昨天还住帐篷啊，今天早上我房子盖好，怎么样？我住这边了、啊，可以跑来跑去的。啊，你想有什么好玩的？可以在外面可以跑、哦。最近有些魔术效果不错，你要不要看？哎，它可以啊，好可爱啊！你摸摸看。天花板都是书，我觉得这间咖啡店装潢很漂亮。好，现在呢是3:30，壮壮刚刚帮我上完影片的字幕了。这件影片字幕蛮多是壮壮上的，你只要看到我吃东西下面是打什么普通吃吃，没有什么宇宙暴力帅气，那就是壮壮上的。先回去再处理一下明天的影片，然后6点的时候要去补习班上课，看晚一点看还有做什么事情来拍给你们看。哎呦，好，各位，现在呢我们已经回到家里一阵子，我刚刚就是把卖场的一些魔术道具，然后再等我买的纸箱来，我就可以包一包一样明天再出货。最近我收到很多人在问我说，有没有在台北上课，有没有在台南高雄上课，我说有，这边一并回答好了。我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固定在台中的乌日江子鹏这间补习班上课，我就没有再像以前这样到处跑来跑去了。很多补习班有在传讯息问我，但是我目前的规划是我应该是不会再到处跑。我有一些规划，我以后想要做一些线上教学，所以我会想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，让自己去准备这些东西。大概这样子啊，其他的有机会再跟大家聊。好，就这样，那我先去上课，其他待会再说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我已经下课了，然后现在是晚上的10:40左右。对了，我就跟他讲，我拍一个魔术，我在拍我的一天。然后我今天下午看了一个心灵的书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很轻易的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我在想什么？随便选一个数字，我们一二三一起讲。好，好吗？嗯，一二三八。为什么？厉不厉害？好，拜拜。以上就是我今天一整天的行程。前几周看完《爱的迫降》之后，最近在看的是《恋爱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》。大家想看什么，记得这样留言给我。我的 IG 中中 IG， 还有中中的 YouTube， 记得去支持一下。拜拜。